现在坐船登上整个哈瓦尔，从 Spirit 到哈瓦尔岛的部分啊。好，然后上去之后呢，右转，自己找位置坐。对。我们应该是第一名了，赶快上去右转，就赶快找位置坐啊。上去右转啊，赶快赶快，我们这边会比较快。好了，上去就右转，就找地方坐了哈。两个小时 take a break 午休一下，想看风景的话可以去整个船上面，东西先放好，自己先找位置，认识的就先坐在一起。好，要准备下船的时候再开机就可以了，你们现在可以先关机都没有问题，先就定位，先就定位。 OK， 好，拜拜。